嘉义县埔子市一向拢是沿海地区的宗教文化中心。伫除了咱拄只所看到伫咧每当三月份总是会夜妈祖之外，其实伫咧正月份的时阵，艺术灯会嘛是真出名。1901年度灯会埔子全国热门比赛，七号就伫咧每年美术馆来举行着颁奖典礼。现场嘛，东部来展出参加比赛的作品，以埔子市艺术灯会活动作为主轴，参赛的作者以相机来记录埔子市的人文艺术风景，总共有474件的参赛作品，每一件拢相当具有专业的水准。最后的冠军是由来自台南的柯静怡，以《配天桥花灯印象》作品拿下冠军。埔子在地的民众蔡立足，这是以思想起拿到第三名。灯会埔子全国摄影比赛，经全国展馆区热爱摄影124位专家参赛，参赛作品高达474件，以埔子配灯光特有的浴室灯花为主题，透过镜头记录埔子市无同风貌之美。这种作品为即日起到15号伫梅岭美术馆展出。埔子市长王如金感谢乡亲和来自全国摄影同好热情响应，将埔子灯会宗教文化、寺庙之美、人物透过镜头精彩展现。咱这次哈，将咱埔子这个艺术灯会这个文化哈，借着这个摄影的这个活动哈，来推销出去。嘛，请感谢咱这个摄影大师哈，用恁的这个镜头来记录着埔子的这个文化。多谢先来大家感谢。摄影比赛冠军是由来自台南的许静怡，以《配天宫花灯印象》作品得到冠军。埔子在地民众蔡丽宇是以《思想起》摕到第三名。其实埔子在这一两年办这个灯花埔子啊，我是觉得其中我也最让我印象深刻，也很感动我，就是说他把埔子这整个眼镜石啊，还有一些老照片。有时候甚至像我的阿伯啊，他就是我也可以从老照片当中寻找到他，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，可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所以我身为在地人能够帮在地留下这个奖项啊，我自己很开心的。这本人摄影比赛以埔子市浴室灯花系列活动为主轴，加入埔子市配灯光进行集合，以及文化旅游导览为元素，乡客变游客，摄影兼旅游，评审角度除了摄影技术以外，也要配合埔子市灯花节庆主题，将摄影竞赛由技术性的评比提升为具有人文、历史和美学面向的呈现。新闻新闻张耀明、王小璇，埔子市采访报道。